25的车速。啊，而且呢，现在天气很冷，地下呢也有冰雹，所以呢会很滑，那车会很滑，所以大家开车的时候要注意哦，慢慢开也不用着急哈、哦，安全为第一。好，谢谢。Thank you.
帮同门加持，给大家加持。谢谢感恩师尊陀佛。Thank you.
师晚安，师傅晚安，爱塞路，爱塞路，明天见，拜拜。应该吧，有事啊。拜拜。